嗨，大家好，阿美，我是阿美美哈。我现在是在嘉义这边，我昨天晚上十点左右，就是我们开车全家开车回嘉义了哈。那一路应该车很多，可是还很顺畅，大概开了3个多钟头就到了，算是说没有什么拥塞的情形，感到蛮幸运的。因为过年的时候最怕塞车，有时候一塞都5、6个钟头都跑不掉。那就回来大概也是1点多，然后现在我是在我们这边哈乡下的那个传统菜市场啊，就是说我想带大家来看一看，我想顺便买一些东西嘛，因为我都什么东西都没准备，只有带了青菜回来，然后什么肉啊要拜拜的全部都没有，我就想说来这个市场看有什么可以买的。那我刚才哈有去买了一只鸡，因为我们这次哈我想要去做筒子鸡，我就买了一只那种还没有煮熟的生鸡啦，这个，这一只鸡，对，比较瘦，没有很大，不是拜拜的啦，就是说我准备要做筒子鸡，筒子鸡，因为我有个那个筒子可以做筒子鸡的，那时候也买了一个，所以我怕买不到，所以我赶快先买一只鸡放着，其他就慢慢看。那我现在就去看这边的传统市场。情形大概长得有没有跟台北不太一样？我再看一下，我走吧。这边是嘉义大林的哦，好大只哦，对啊，好大只的葱，一把多少？这个200，200的哦，好大只，对，这个小的50，50，那个很便宜，50元哦，那个就小的，对啊，50元便宜哈，因为我们蒜已经不用买了嘛，没用的，对，过来这边，那我进来这里面的。先到这边。南部很热，出太阳，大太阳可能20-30度。这真冷的哦。阳光多灯照，勇敢关灯。菜应该都大同小异，过年啊。对啊。你有没有要买猪肉？猪哦，对哦，哎，猪肉要拜拜是要自己去烫啊。对啊。自己烫的比较好吃吧。不要揪了，做一下就都可以吃看呢。这两块好不好？你要掰直接。对啊。对啊。那还有吗，老板？还有啊，再切就好了。好。我这边不用很大块。不太大块，我一台310就好了，哈。一百八。135。夹心的。啊。这边夹。不要夹吗？我这儿瘦一点的，我一点。好，
线。好好好好。好好夹心的那个。多少呀？100。买好了。就有了嘛？那鱼呢？对啊，因为你自己煮的哈、哦，比较好吃吧。这样的。对啊，杀一个就好啊。那这样鸡，哎，这边有卖鸡的，我刚才买了。对啊，有人卖春联。对。啊，明仔载吼，搞用手啊，我载的。好、啊，好啊，你再买一只熟悉啊。来，一定要走了。哎，这地瓜还热的。这个怎么卖？这个还好吗？你挑就好了、啊。嗯，好、啊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篮子里面还一只。对，小的嘛，我讲小的就好了。那如果落得那么大，烤的也可以啊。哎，谁呀？烤的比较小的嘞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烤的好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比较小，比较小，我都不要太大，我想小点。哎，好像也很大。那个小美的鸡都很大，没事啦，就。为啥来着？差很多吗？多少？100，差100块。阿姨要来几位？三位。好，你自己在里这个是天龙，那么多钱你还不多很多钱？谢谢，好好谢谢。买进好了吗？比你家不同意。哎，不可以，哎，我还有一个感动，480。好。我那自己刚买那只320的，对，自己弄比较便宜啊。自己弄差200块的，差200块左右的工钱。对啊，这边就是水果摊嘛。有要买一些水果吗？到另外一边去再买。还不用提那么远。对啊。那我帮忙提一机好了。
因为这是熟的。对。要走这边。好。我们可以绕一圈过去嘛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很热呢，哦，可能30度以上。对。然后穿短袖的出来了哈，你看，对啊，很热，很热，太热。哦，南部真的好热。对啊。哇，这么热，我怎么那么热？衣服啊，热，脱起来啊！太热了，热的受不了。不是，南部真的很热，可能有30多度哦。嗯。跟台北不一样，我台北还穿外套，哦，好，太热了。这个有没有蔡文义的？哦，有没有？对，阿三条，那就是那举重的。对，举重的啊。对啊。奥运金牌教练嘛。对。其实我们大理也是出很多名人哦。是啊，是啊。你好，是洪州一位啊。没事，没吃饭，吃面，吃了有啊。哎，啊，买一个来吃一下。什么东西？炸的。啊，想吃炸什么？有薯条。薯条。啊。你要啥？你要薯条还有？买份薯条，还有鸡翅。两个的啊。好。我来买。好。搞不好小朋友要吃咸酥鸡啊。好，那个也咸酥鸡。可以，一百吗？啊，好看。那你要多少？你其实一百块钱你要回家。不来啊，不来。那就一百啦。好啊，好。好，100，好。那其实是30，你够了。哎，他是高一点啊。那个可是他包那个什么油那个哈，网那个油啊，阿姨很急被多少？要你几条？这个是菜卷嘛，肉卷。我回家也另外给你好吗？还是也要上去？另外一份。好，这样就200吗？哎，这里100，这里50，对，200。哎，买到什么？好大的，真的薯条，好吃。是啊。黄色。那不错啊。好吃热。现炸的。现炸。像我各位回来大连的时候，都买那57号的那个有一家的那个薯条很好，那个不是薯条，地瓜很好吃，我都会带回去台北。可是那老板很早就卖光了。这个吗？不是前面那边一摊啊，真的、啊哎、没有
开的，这个花好棒哦，那个三色堇啊，香味的，还有红呢，哇嘞，这边很漂亮，热的好吃哎，嗯，我吃一个看看，也很粉，因为地瓜有的很难吃，有的好吃，它是粉的，对不对？有，我尝尝，你看。烫对不对？嗯，好吃哈，算是吃还好吃哈。嗯，我是鸡肉黄色的啦。哦，在安霞宫这边有个宫啊，这边好像有人会有时候会介绍的安霞宫，这边有个宫嘛。对啊。对。安霞宫。对。这个市场就是一团乱，就对。你看，他卖银柳，台北都卖好多人在卖哦，他一撮而已。这没有多少人买。对啊，哦，那个台北建国花市那个哦，一堆都在卖，然后这边乡下就是这样小撮。啊，对，小撮而已。对，啊，你看这在外面就比较差哈，人潮就没那么多。嗯，对啊，还是有差，比较外围的还是有差。嗯、那你买肉这样够吗？肉，不爱。哎，这样肉好像不够，如果要吃的话，那每天有人开吗？你要随便没有，那个全年买一下应该也有。你要买这边的吗？就是这边直接买就好，啊、再买一条。再买一条。好。再买一条，再买一条。是不是？老板再买一条，对不对？这边就买了。五花的吗？好啊，你买五花的好。好啊。就是一我要一直雕了啊，一直雕啊，这样不用太厚，薄了就好。这样吗？好，没问题。Hello， 我有人叫你来不？你有人想？天哪！天哪！上来。1000块真的没有好用，1000块已经花完了。因为你买鸡比较多钱啊。因为刚才不是在那个买猪肉那边拿1000块，他说100，就到现在就剩下没多少钱哦，真的是哎。我们应该算还买算蛮省的。对。我们都买一些，我看有时候真的过个年要很多钱。你也没有买鱼吗？没有，鱼也没有买，鱼他随便到时候再来看。鱼，再说了，反正再说还是那个礼拜二年初二才拜的啊。哦，对啊，年初二才拜的，也没关系。鱼这边没什么鱼啊。好，乡下的传统市场就是这样。其实应该基本
像是大同小异啊，就是说日常的用品啊，什么吃的，应该都差不多啦。只是说台北可能比较丰富一点。对，这家林家牛肉面有没有？对，我们也都会来这边吃。过年有开吗？不晓得呢。啊，好像没有打烊而已。哎，人家店家也不要说。不是啊，你问他这几天哪一天有开啊？问他。对啊，可以来吃啊，嗯。老板呢？没出山了。因为这一家牛肉面蛮好吃的啦，所以我们就想说看他哪时候开始营业过来吃一下。其实大林其实很多种兰花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兰花应该是这边过去那边很多。然后前面那个就是上次街上那个臭豆腐的嘛，很好吃的臭豆腐。今天的天气蛮热的哦，少说25度以上哦。不止了。可能30度有哦。很热。如果在这种太阳光底下，30度有。很热很热，要撑伞。太热了。今天大林的臭豆腐就没开了。哦，这家很有名、啊。对，因为今天是过年，要吃年夜饭，所以他们都在准备家里的吃的。没有，今天没有开哦。今天不会开了。对啦。不会开了，他自己也要吃饭呢、啊。他可以边吃边做生意啊。哎，春节照常营业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有写的。哎。不能营业了。对。因为他还是有那个。还是会开啊。哦，那下午会开。对。然后这边就是大林车站。可是今天微糖风没有开。没有。这边就是大林车站，这样对过来，这条街就是菜市场。水果。哦，叉子给你了，这锅是荤的，有点熟的。好。要买什么？你看你要买什么水果。好、哦，买几个？因为你那边一定是不够吃的嘛。卖的话，那就好。嗯。其他呢？应该这样子就有吗？没有吗？嗯。这样可以哈，先买一个。他几桌那边有打？79菜。
这边就是大岭车站了嘛？对。哎，真的是很热。大包小包。对啊。哎，这应该可以丢在一起的。对啊。这是个灰，那个深的。最近流行这种包包，我要再去买。流行这种袋子啊，杂志啊，对啊，这个。那个狗，一堆东西。全部夹包在一起。对啊。跟平常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你去龙泉市场买也差不多吧。龙泉也要100多。对啊，比较小嘛。对啊，比这边比这边贵哦。应该差不多吧。又到了大岭火车站，这是什么？大岭车站，台湾第一座以自然风太阳光构什么构成？太阳光构筑的绿色风光车站，所以它是没有什么冷气之类的哈。附近也是很多学校啊，中正大学。这边还是慈济医院。还蛮重的哈。是我们的车子。哦。车子在哪里？停车场里面呢。这边呢？哦，对。侧面的停车场。这边侧面停车场的位置只有3个而已。对。那正对面的停车场很大啦，停个几十部没问题。啊，那个左前方那边哈，是有个夜市，每个礼拜都会开。嗯。很热闹。嗯。先摆在上面一下，摆上面了。摆上，我们再来开车门，或是我来开车门。哇，东西摆了很多。对。可能比起一些家庭主妇，我买的还算少吧。我今天多买一只鸡，是因为要做那个筒子鸡，所以我买了一个那个生的。像应该的，还少一个鱼的部分，到时候再去买，这会不会闷坏啊？好怕，那天气很热呢。是啊，那不然就放里面。怕闷。好，放里面。会不会？你看都太阳嘞，好大哦。台北不、啊、不晓得下雨。就放着、哦。对，放着、啊。不会闷坏。不会啦，我一下就到家了。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才买的直播。再去全联，我这边有一家全联，我到时候再去买。
啊，民雄那边有一家 Costco， 可是我想说不用去那边，太多人了。对啊。对啊，今天店子人非常非常的多啊。嗯。黏的。嗯。你看，吃东西还黏到东西。哦。今天是除夕，啊，希望大家哈快快乐乐，然后新的一年，对不对？明天就过年啦。好。啊，天气很好，南部天气非常非常的好，好热，大概我穿着都太热。北部的朋友可以到南部来玩一玩。对，天气很好。对。至少现在看起来不错，非常非常好。对。好，我们直播到这边。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